打开髋部，排出毒素，提升下半身生理机能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大家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，各种美食让大家应接不暇。为了得到经济效益，一些垃圾食品应运而生。过多食用垃圾食品，不仅仅会导致肥胖，也会导致身体产生大量垃圾毒素。当身体的毒素堆积一直没有排出，会出现胀气、口臭、色斑、皮肤暗沉等问题，严重会引起血管硬化、关节炎、肿瘤等病症。所以排出体内毒素刻不容缓。下面几个体式助你打开髋部，排出身体内垃圾毒素，达到美容养颜的功效，让你青春靓丽每一天，做一个迷人的小妖精。一、蝎子式。这个体式看起来像一只攻击猎物的蝎子而得名。强练这个体式，不仅仅可以拉伸双腿，舒展腰部，加强脊柱的柔韧性，起到减肥的功效，也有助于练习者打开髋部，排出体内毒素。 A. 跪于地面上，身体向前弯曲，双手肘手掌紧贴地点，双膝点到，挺直脊柱，调整呼吸。 B. 头部点到，下半身慢慢向上伸展，臀部抬高，直至双腿与地面保持垂直，保持身体平衡。 C. 双手分开约一尺宽，记住手肘的力量，头部慢慢往上仰，直至极限，保持上述动作10到20 S。 D. 慢慢回正到跪姿，保持呼吸均匀，重复上述动作3次。二、手肘倒立变体。这个体式通过手部的力量支撑起整个身体，不仅可以锻炼手部肌肉，也可以舒展脊柱，锻炼腹部，改善消化不良等问题，使身体达到放松状态。 A. 跪于地面上，双膝点地，脚尖触地，双手肘弯曲贴地，放于身体两侧。 B. 调整呼吸，挺直脊柱，收紧腹部，双腿慢慢向上伸展，直至与地面保持垂直。 C. 双腿分开，弯曲右膝，右小腿紧靠着右大腿，左脚绷直侧向后上方，坚持10到20 S。 B. 身体慢慢回到起始状态，重复上述动作3次。三、战士仪式。这个体式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，也可以改善肠胃功能，促进消化，帮助排除体内毒素。 A. 山式站立，双肩打开，两脚略分开，双手掌朝内自然放于身体两侧，保持呼吸均匀。 B. 挺直脊柱，收紧腹部，右膝弯曲，身体慢慢下压，尽量使右大腿平行于地面，左脚尽量绷直。 C. 左手向上方伸展，右手放于右大腿处，头部向上抬，身体慢慢向后倾，保持该动作60 S。 B. 慢慢回到山式站立，变换另一只脚，重复上述动作3次。自从排出身体毒素，身材好了，脸蛋好了，每天坚持30分钟，做一个睡当当的美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